刚染完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对着染，我六月那个免掉几圈儿。我六月七号。啊，好了啊，哎，是，那走漏了吧？哎呀，那你俩还过来，咋没还过来？幺幺上去，来给你带来，拿着自己装袋。来，一起快来，出锅肉的来，一起来，带蒜梗吃，带蒜。请客是大呀。嗯，下来。正好一斤、啊。嗯。今天腰秤了，这叫有准儿。咱们就要送那个就得了呗，就不买了。行，没事。来五点的。没事。都来啥的？这酒吧干嘛的？找我钱了吗？找你了，真的。好了。戴好，我说小。我儿子五一放假啊，一斤挣半斤，秋裳娘俩来了，再给我来五块钱那个毛巾，省找了，省找零了吗？这玩意这是熟的吗？那走走得还得查一下，导游，你上那里查一下子？对对，你愿意吃这玩意是吧？我挺好吃的，哎呀，我来拿东西。冷不冷啊？冷啊。嗯。我正好我刚烧开锅。咋饭呢？包子。蒸好了。啊。再烧个土豆，捂一会儿吃饭。啊。这都一天我别放。哎妈，咋又整这干净呢？这个是不搁油的。不搁油。没吃过。不搁啥的。啊？没吃过这个。西红柿搁点弄些的。他说爸都不爱吃了。我说得干活饿了就吃。我找整出来，放出来了。儿子，你可千万别包糖。咋的？这狗爪子可快了。给你挠了。挠我好几把了都。来，你别包糖，他不挠你。狗爪子长脚趾盖了。嗯。我害怕，再拿回来钓鱼一动，我就下锅了。狗可乐喜欢。哎哎哎哎哎，我的妈呀，我没劲儿啊，东西再拿起来，不让咋的，不能搁那哪，呀太不老实了，哎呀妈呀，上这上大顶上走，嘚儿嘚儿的都能上大顶上去了、啊、哎呦我的妈呀，他说上沙发这尖儿上走去，这块儿上那哪儿走去，你练啥呢，练不啥呢，打击打击，我可不吃，我可不吃那玩意儿，尝一块，给你尝一块，这这这，那鸡脖子啥？你还热了？爷，热。啥的？吃一个。哎呀，啥的？这个细肉块我当头没。行了吗？没事，那你扣完了就是热。你要弄酸菜，你有想要弄酸菜，我还包两块大豆。洗手间的。完了。完了。倒这锅倒香了。啊？可以香包出味儿。啥玩意儿？对。哎，八宝了。啥馅儿的？牛肉。牛肉馅儿，哎呀呵。这也是啊。这也是。长这样，长得荷叶似的哈，嗯，嘎了，你给我下来，给你玩。嗯，可以，嗯，挺好吃。是不是？嗯。嗯。冒烂了，吃。能，挺好吃的。对，冒烂了，吃。嗯。哎呀，反应温暖。我拿出管儿筷子。咱俩咋着？行，咱俩俩的筷子太长了。